好，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看看陈月明会不会来到现场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一。天上白云一朵朵，都住着黑头，唯你的星星会照顾孩子说话。我最爱的那首歌，最爱的影中，我到什么时候。陈月明你好，你手冰凉的啊。嗯，有点紧张啊。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？不知道。编导没告诉你？没有啊。那你现在感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嗯。你现在身体怎么样？嗯，可以。现在属于就是这个病的缓解期，然后可以出院几天，然后过段时间再回去检查。你怕吗？不怕。